刚是说这个就是，我、哦、快点快快快开窗户看，这个风景必须得看，哇，这个太美了，哇，你们看，这下面整片就是墓地，你知道吗？然后那边是日落，哇，好美哦，哇，这个太美了太美了，我要边走边看嘛。神圣的墓地，对，一望无际看不到尽头，大概埋葬了500,000+的人，全都是墓地，密密麻麻的，一个一个的像火柴盒，上面写的应该是他们的名字。就你看他这个有比较可能有头有脸的人物，他还有照片。最近在这里伊拉克就是旅行啊，就了解很多穆斯林的知识，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穆斯林它分为什叶派跟逊尼派，然后逊尼派是占80%，什叶派占20%。然后这个伊拉克南部是什叶派的圣地，然后之前在卡巴拉就是先知侯赛因就被刺杀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就是圣城。然后这里是阿里，就是被刺杀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圣城。谁死在这里殉道了，就是哪里就了。我自己一个人如果走在这里会有点怕怕的。两个小伙伴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是吧？这个就是军人的墓嘛，还有他的立体照片。哦，这里面可能都是殉国的华，可能很光荣吧，这样看着蛮有意思。阿拉姆斯，阿拉姆斯，来来来来，站这里。我应该是开始。纪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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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啊。应该是。上。一，嗯。哎。Don't speak Chinese, Ahmed. English. انتم انجليش. اي انجليزي تحكي بالانجليزي هي. نو على. اي. تشاو. You look in your family. Mala mala. Papa mama. Baba mama. 在看他。Baba mama.小伙伴比较好奇，咱们带他们过去看一下他们怎么祭奠亲人的哦。爸爸来。Family,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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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家庭。Yes. 你去看看他们整个家族。这里都是他们家，他们家他们这是不是土葬的吧 ？My sister, my sister, your sister, sister. My father, my father. Can take one video. Sister, father. Sister, father. My father 还有照片。Yeah, this is the name, right? Name. Name. Oh.Chinese style. 就是带了这几桶水来洗一洗这个墓碑，就是 wash clean clean 哈，这样他们墓碑才干净。你是 wash， 所以带着水过来给他们清理。这是干嘛？把沙子放到这个土层上吗？这往沙子。什么意思啊？站着放的。站着放进去。哦，刚才我还在想这个墓这么小，是到底是火葬还是土葬？然后他跟我们说是站着下去。But she said it's not. It's sleeping like this. No. Oh. Oh. Oh.哦，他还给打了一个，哦 ，baby， 我还弄了一个门，那是小孩子，挺可怜的，早夭了，对，就可没个门给关起来，
哦，OK。哦，挺可怜的，这。哦，他们这才有照片的那种，还有地下的啊。哦，那还蛮神奇的，都是他们家族的吧？哎，这个拍一下可以吗？哎，Thank you。哎，那个大姐跟我们说，她葬在这里一个墓穴要400美金。 不知道算不算贵，他们家感觉条件还比较好。你看，还有大理石的那个棺材，然后还有个顶棚，就是免得风吹日晒的。你看这里好像好多韩墓碑，其实都没有，就是一个土堆而已，就。他们当地人都很友好，就很乐意跟我们讲他们的事情。哦，现在拜拜。拜拜。现在。 朋友们，我刚认识一个美女，你知道吗？我发现一个情况，你看哦，她的眉毛是连在一起的。对，看到没？哦 ，really？ 你好，美女。I know, I'm Chinese. Ah, okay. So where are you from? I live in Niga. Niga? And you are Nasri. A daughter, same thing. 他们是怎么基因吧？就是他们的眉毛是连在一起的。Good. 不要说。好呀呀，不要。嗨。我给你看一个东西，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可能猜不到。这里是尸体安检的，就是尸体，就死人的安检的。很智能，就会有棺材不同的，这里面。 送出来，他们说这里叫什么永生之门，因为这里是圣城嘛，就每天就有很多人会来这里下葬。这里是叶石派，石叶派，同时石叶派圣城，就他们的梦想，就很多人梦想就是在这里入土为安，然后就一天到晚都会有看到很多人抬着尸体在街上走。 开心吗？他这是要运到哪去啊？这个是那个尸体要送去埋葬了，就是。就我们想去看一下他们下葬，我们提出来想跟他们去那个下葬嘛，他们挺诧异的。小伙伴要跟他们一起去抬棺了。 但突然一个警察出来，并不允许我们参观，于是我们只好和他们说再见了。